全国渔会的总干事林总干事在这的致辞。全国渔会的林启昌林总干事，也是我们迎接今年第一道的寒流哦。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有过年的气氛。感谢各位长官贵宾莅临，我来介绍我们今天莅临的各位贵宾。现在林总干事在介绍贵宾，王正芳王副署长。组长好，渔业组的副组长，欢迎科长。再来，我们新北市政府叶惠卿叶副市长，欢迎副市长。新北市的负责叶副市长。我们农业局严副局长，农业局的严副局长，人类局的副局长。汪正华汪处长，欢迎。新北市渔业处的王处长，汪昭华汪处长，欢迎您。农业金库陈朝辉陈董事长，哇，谢谢董事长特别来，农业金库的陈董事长，我们水产事业所陈君如陈所长，欢迎所长，海巡署我们的廖德成廖组长，海巡署的廖组长，我们的谭亮吉国策顾问，欢迎顾问来，谢谢。我们海霸王集团，我们的庄德庄总裁，海霸王每一年都有来哦，海霸王的庄农德庄总裁，还有海霸王的总经理，还有我们三重区分所我们的刘区长，欢迎，谢谢。哎，区长，现场也有我们很多的业界的贵宾，那有我们台中渔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台中鱼市场，我们的陈董事长陈宝珍陈董事长，以及我们的陈宪明陈总经理，我们台北鱼市场我们的陈总经理，谢谢台北鱼市场的陈总经理，我们共寮区渔会林立美林总干事，翠芳区渔会王彦斌我们的理事长，黄志明常务监事理事长陈淑仪陈总干事，还有总干事，淡水区渔会蔡秀琴蔡总干事，还有万里区渔会许顺发许总干事，欢迎，以及我们高雄区渔会张宝春张理事长，哇，全台湾都来了，真的，还有我们基隆区渔会陈文清陈总干事，欢迎总干事。那我们也要很感谢我们的简议长陈信进陈议长秘书周秘书，欢迎，谢谢。以及我们陈启能议员特助严国雄严特助，我们整个议员到现场，谢谢。那重点是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黄义成黄理事长，理事长好，啊，每年都会在理事长，张平顺张常务监事，欢迎您。以及我们本会的李监事，请大家一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哦，谢谢。有共寮有花莲还有头城还有很多今天的各位贵宾，谢谢各位的莅临，谢谢谢谢。以上呢，总干事介绍今天来参加的贵宾，包括中央、包括地方的渔会的总干事都在现场。这个总干事刚刚还帮我弄了一个这个总干事，刚刚还跟我们那个邀请到的这一位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全国渔会的大家长，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行销高手，把我们台湾的好鱼卖到台湾以外，还吸。全世界哦。